大德，诸位同学，今天我们非常难得的能够在悉尼，尤其是这样啊殊胜的这个讲堂啊，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谈谈佛法。因为时间很匆促啊，我们要掌握到时间，不能够详细的把佛法跟诸位介绍。只能够用最简单的话啊，把最重要的，我们怎样能够得到佛法最殊胜的利益，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呢非常关心的事情。好，学佛的因缘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一般社会大众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佛法，总认为佛法是迷信的，远远比不上基督教、伊斯兰教。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对佛法呢，总是有排斥的这种念头。一直到以后到台湾，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没想到方老师跟我讲学的最后一个单元呢，竟是佛经哲学，我就非常讶异，佛经怎么是哲学？他告诉我，佛经不但是哲学，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哲学里面最高的哲学。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很能够吸引人。我是被方老师这两句话引到还不能算佛门啊，借引到的对佛教观念的改变。于是这就常常到寺庙去，到寺庙去不是参加他们的佛事，而是去找经书看啊。在那个时代，这50年前，台湾一般书店买不到佛书啊，只有到寺院去借佛经来看啊。那么像这个大部头的经典，这通常是不外借的，那我们只能够利用假日到寺院去读，去抄笔记啊，去抄经。这接触之后啊，才知道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真实智慧的教诲啊，是一般外人呢所不知道的。那么我们很感叹的，就是佛门有这么多好东西
可惜的呢，没有人去学习，没有人把它发扬光大，这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么我学了一段时期之后，也很难得，遇到这个张家大师，这是藏传的一位，我们中国习俗称他为活佛了，活脱克图。那么张家大师在这个藏密里面地位很高，当时我们知道啊，这是边疆啊有四大喇嘛，那么一般人熟悉的呢，是达赖班禅，达赖是前藏，班禅是后藏，另外还有两位就蒙古，内蒙跟外蒙，张家是内蒙，外蒙是哲布真丹巴。那么这四位大喇嘛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这是在明朝初年时候，他们是同一个老师，这四个人是四兄弟，那么就分布在中国边疆广大地区。那么论教区来讲呢，这是张家大师教区最大，在从前这个内蒙包括中国的东北，东北东三省，那么西面包括的这个新疆，这个四川青海都是属于他的教区，这教区真大。那么我亲近他老人家三年，一直到他圆寂，在那个时候，我读经几乎每一天呢都看佛经，每一个星期给大师见面一次，2个小时，有问题提出来他给我解答。那我出家这个事情呢，就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他劝我不要搞政治，他说政治如果有一个错误的政策了，就害很多很多人，他说既然呢发心是为众生服务啊，为人民服务啊，还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好，宗教教学，所以这个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想想很有道理，他劝我走这个路子，我说那好啊，那这就这个出家总得找个师傅啊，他说不行，不能找师傅。我说那不能找师傅怎么出家法了？他说你要去找一个师傅，师傅不肯给你剃度啊，你生不生烦恼？我想想真的生烦恼。我说那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说你真正发心学这个求佛，学佛为这个续佛慧命为佛物众生，他说佛菩萨给你安排，不但出家这个事情佛菩萨安排，他说你一生呢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我说这个太好了，这太难得了所以这一生呢奉献给佛菩萨一生呢也就听佛菩萨安排，一生不操心那么这是我入佛的因缘。那么方先生告诉我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有求必应。我这50年来呢，果然呢兑现了。老师没有欺骗我，老师没有妄语，真正是好老师。不论是学佛，也不论是学任何宗教，或者是不相信宗教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求福报。现在呢，我们讲福报，一般人已经很不容易体会了。讲什么呢？讲赚钱，哪个人不喜欢赚钱呢？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不管他不信宗教，听到钱呢，眼睛就长大了。赚钱现在是第一了。那么这在佛法里是福报。没有人不想求智慧。没有人不想求健康长寿，这三桩事情，财富、智慧、健康长寿，不但是人求，九法界的众生呢，都希求啊。能不能求得到呢？张家大师告诉我。他说你求做佛都能够求到，这是最难最难的。这个做佛都能够求到，这世间这一些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是小事啊，鸡毛蒜皮啊，这个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啊？他说求不到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不懂这个里头的道理，你不懂方法，所以你才求不到啊。如果你懂得道理，如理如法的求啊，没有一样求不到。现在呀，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这50年的学习啊，我是26岁学佛。今年77岁了，要快80岁了，这50多年呢，我完全证明佛在经典上所讲的绝对正确，确确实实，这个佛门当中如理如法的求啊，很少人懂得，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那就跟诸佛菩萨一样，这是心想事成的，毫不费力了。所以佛法的教学啊，始终是智慧，只有智慧呀，真实智慧才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所以佛法，诸位要懂得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佛法。佛是从印度梵文呢音译过来的，梵文称佛陀也。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掉了，单单呢称一个佛，后面尾音呢都不要了。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智慧是体，觉悟是用。有体有用，法这是方法了，所以佛法呢就是智慧的方法，觉悟的方法，佛教导我们开智慧，教导我们要觉悟。
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呢，统统包括在佛法里面。这是一门大学问呐，是一门究竟圆满的学问，决定不迷信。所以你说求什么有什么，这里头有个大道理在，不是佛给你的，是你自己求得的。这自己为什么求能求得呢？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心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心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真的是这个宇宙、人生、过去、未来，经常常讲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没有你不知道的。这个是你本来有的智慧，没有不知道的。第二个呢，心性里面呢，本来具足无量的能力。我们今天讲啊，才艺技能，没有一样东西你不会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第三个，自信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相好。我们常常在佛门听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认为这是好相啊，贵相好相啊。其实这个太小了。真的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真的，都是心性本来具足的。你所求得的呢，是你信得的心情，是你自家本有的，不是佛给你的。这你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为什么通通都没有了？变得这么样的可怜，这么样的辛苦。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平等的，跟一切诸佛平等的，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呢说出来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是烦恼啊！妄想是根本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是佛在一般大乘经上说的。我们是因为烦恼把自己心性的德能障碍住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想恢复自己的本能，本能恢复，我们跟佛一样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呢，无量的相好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完全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所现的这个依报环境。因此古来许多祖师大德常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诸位在经典里面都看到。他说，净土就是此方，此方就是净土啊！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住的世界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居住这个世界，地面是泥沙了，泥土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面是琉璃呀，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翡翠，绿色的玉，啊，他们那个地面是绿色的玉啊，无量珍宝而成的世界，啊，黄金为地。黄金为地，那个地是道路啊。我们今天现在这个道路啊，大家知道是柏油铺的道路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路上路面铺的是黄金啊，这是我们哪里能跟人家相比呢？啊，但是古人说的这些话，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懂得了，就不奇怪了啊。因为这个物质环境啊，是随着我们念头转变的啊。这佛在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啊。第一个转的时候，身体，如果我们的心纯真无妄啊，那个纯真，我们在最近啊，差不多将有应当也有十年了啊。我们总结世尊在经教里面教我们什么啊，我们要抓住纲领。经上常讲啊，菩提心啊，菩提心一般人不太好懂，我把它设了十个字，这十个字就是菩提心。第一个是真诚心，真那就是不假了，诚就不虚啊。啊，换一句话说，一般人的心不真不诚。佛心真诚啊，真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啊这个是心之体啊。这佛家常讲啊，讲体讲相讲用啊。真心这个真诚心，我们的心本来是真诚心，现在变成虚伪，不但对一切人虚伪啊，对自己都是虚伪啊。怎么说对自己虚伪呢？你只起妄念嘛，妄念，你看念叫妄念，真心里头没有妄念，你只要有妄念，你的真心就失掉了，真诚失掉了啊。所以佛的心菩萨的心真诚，决定不起妄念，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啊。所以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有多大呢？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是真的啊。这个心的作用啊，它起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就是说这个心，什么心是对自己的，什么心是对别人的啊。对自己的这个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个正觉是智慧啊。啊，所以自己啊，自己是要清净
要平等，要智慧。那对别人呢？对别人是慈悲，啊，大慈大悲呀，大慈悲是对别人呐，啊，慈悲就是今天所讲的爱心。那佛为什么说不说爱呢？要说慈悲呢？啊，那这个里头差别就很大了。佛为了怕大家误会啊，认为佛讲爱心就是我们观念里面讲的爱心啊，我们的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报章啊，这个媒体所报道的，男女相爱呀，这个爱了就结婚了啊，这是爱到极处了。但是过了没几天他又离婚了，可见的他这个爱不是真的，他会起变化了，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了啊。所以佛的这个爱心呢，不说爱，说慈悲。慈悲是什么？慈悲永远不会变啊，永远不会变这个爱心啊。所以他是依据依真诚依亲近依平等依智慧，它怎么会变啊？一切众生，你就是毁谤佛、侮辱佛、杀害佛，佛对你那个爱心呢永远不会变更，不会说哦你伤害我了啊，我就不喜欢你了，不爱你了，甚至于报复你、惩罚你了，没有，绝对没有，那叫真的真爱啊。所以真正讲爱啊，只有佛菩萨才有啊，除佛菩萨之外啊，那个爱啊都靠不住啊。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学佛的人，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啊，对待一切众生。这个人说我爱你，下去很好，为什么知道假的，虚情假意啊，不是真的，别当真啊。他说我恨你，也别当真，他恨你过几天他又好了啊，爱你过几天又变了。所以要知道啊，这个六道众生呢都是虚情假意啊，千万不能当真啊。啊，所以真有智慧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游戏神通啊，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一样啊，什么都不要当真啊。但是我们自己有一桩当真事，当真呢要教化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没人教他了啊。中国儒家也讲啊，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要肯定这一个理念，肯定这个事实，我们对一切作恶的人你就不会呀去嗔恨他啊。佛教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你才能做得到啊。啊，肯定啊人性本善啊。他为什么变成不善？为什么他去做恶呢？啊，这个三字经上讲的就很好啊。你看性相近啊，习相远。啊，本性就本善，大家都一样差不多，为什么变恶了呢？恶是习性啊，习性就是我们常讲习惯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亲近的是善人，你自然就变成善；你亲近的是恶人呢，那你就学坏了。苟不教啊，心难行啊，这句话非常重要，教学重要啊。
啊，你要是不教，他要是在这个不善的环境里面，他不可能不染污。那么今天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到就非常非常的悲伤了。现在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啊，教学，诸佛菩萨，古圣先贤，非常重视这桩事情。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啊，中国的教育在历史上有记载的，至少有4500年，啊，这大家讲的尧舜呐，啊，尧舜那个时代，这个政府设官呢，就有教育部长了，啊，而且说这个教学的政策也就非常明显了。伦理道德了，啊，教伦理道德，伦理道德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教他要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知道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你绝对不会破坏自然环境，啊，你自然会保护自然环境。啊，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呐。第三个呢，教导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这个不是迷信，是真有啊。啊，现在科学昌明，科学也逐渐证实有不同维次的空间。啊，这个最近50年。半个世纪，欧美许许多多的学者在研究轮回，在研究啊这个前生，研究后世，啊，他们报告写成这些书籍很多，几百种啊。啊，我请住在美国那边同修给我收集，啊，收集最著名的。他们给我寄了30多本，啊，这是西方人最近研究，确确实实人有过去生，啊，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啊。那么这是我们佛法讲的有情众生，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动物。那么佛在华严上还告诉我们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一句话很不好懂啊。无情是什么呢？植物、矿物啊，山河大地啊，泥沙石头，它也是活的吗？那为什么能同源种质呢？啊，近代，啊，最近这个89年，日本的江本胜博士，他研究水的结晶，啊，我想也许在座的同学有一些人知道这个讯息，我是3个月之前才知道的，啊，有个同学在网络上发现了这一桩事情，啊，把他这个下载，之后给我看，啊，我一看到之后很欢喜，啊，为什么呢？华严经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哎，有了科学的证据了，使我想到啊，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说的诸法所生，这个诸法就是一切法啊，
包括虚空，虚空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里来的？这所有一切生命众生从哪里来的？佛说的这些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华严经上说的，楞严经上说的说得很清楚，一切因果，世界微尘，这大讲世界，这个世界是讲星系，小指微尘，因心成体。那我们它的本体是心，离开了心它什么都没有。这个话的意思还是不好懂。就古大德了用个比喻说一经作气，气气皆经。我们同学当中有经营这个珠宝的过去我在台湾陈大川居士他们的家族就是经营的珠宝那么带我呢就参观他们的展览品我们就看到之后他制作的这些金器首饰这一类的大概总有1-2万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看了之后，我说：“你这么多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黄金嘛！除了黄金之外，没有第二个东西吧？这个是一金作气，气气皆金。那么佛告诉我们呢？宇宙之间所有一切，动物、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它的体是什么呢？体是心性离开心性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心性是什么？楞严经上讲得清楚，心性它的本能，它的特性是见闻觉知，就是能见、能听、能觉、能知。祖师称它为灵知心那个灵就是他能看他能听他能感觉他能知。那在幽情在动物上讲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很明显地感触到。这植物矿物就很不容易发现了现在江本胜先生呢，他从水的这个实验发现呢，水无论什么地方的水，水能看，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如果我们以善意对待他，他变得结晶非常之美如果以恶意对待他的时候，他的结晶变得非常丑陋。他试验了8-9年呢。那个今年8月，他到澳洲来访问，我们请他做现场来给我们介绍证明物质有见闻觉知那么这个信息传开了之后，在台湾大概有5-6个学校，这老师带着学生做实验他用什么做实验呢？就是平常食品用米饭、馒头这个香蕉、苹果再用植物这些花卉植物，把学生分为3个组这一组呢是以善意的看到这些东西给他说，一天说3次一次3分钟就够了
我很喜欢你，我很爱你，啊，谢谢你。啊，另外一族呢，用反面的，我讨厌你，你混蛋，我不喜欢你。啊，第三族的时候呢，根本不要理他，结果发现的时候，用善意的对待他了，两个星期之后，你像米饭馒头的时候呢，完全能保存这个好的样子，啊，虽然有一点变了，有点发酵了，但是味道很好闻。那个恶意对待他的时候，已经腐坏一半了，啊，那都不能吃了，啊，腐坏一半了，啊，里面都上霉了，完全不理他的了。就全部都腐坏了，啊，所以从这个上试验的时候，他有好多个学校做试验，都试验成功的，说明这些物质啊，他能听，他能看，他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佛在经上讲境随心转呐，我们就明了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完全是相同。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泥土都变成了琉璃啊，都变成了七宝，没有别的，心善念头善啊，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心善念头善行为善，所以他整个世界变成了珍宝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就可能念头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这个一切的境界就变成了砖头瓦块这些东西了。境随心转呐，啊，你知道境随心转呢，你就应当想到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这是佛法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啊。如果我们晓得这一个道理啊，这么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人就不老了啊。为什么不老呢？你的念头天天成善嘛，啊，你要保持啊你健康的这个状况，不要生烦恼。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话讲得很好啊，忧能使人老啊，你不能有不如意的事情啊，不能有忧愁，不能有忧虑，不能有牵挂，你天天搞这个，人就很容易衰老啊。为什么呢？这是很不好的讯息啊，对待你的身体啊。我们每天欢喜啊，轻松，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你这个身体就不会衰老了。身体随着你的念头转，相貌也是随着你念头转。生病哪里要找医生呢？不需要啊。啊，这个例子我们从澳洲土著上得到的学习。啊，这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医生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台湾把它翻译作旷野的声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啊。我看过这本书，我特别着重他们呢这个医疗啊，土著的医疗。这个美国医生看到简直是神奇，不可思议啊。他们同伴有一个跌到悬崖下去了，26公尺跌下去之后骨头摔断，严重的折骨啊。他们的这个土著把他救上来，让他躺在地上啊，给他用手好像按摩一样，但是手呢又没有碰到他这个肉体啊，离开他肉体一段，就是来回就这样子啊，这么样好像给他按摩一样
啊，口里面唱的歌唱得很好听，是什么意思？这美国人不懂啊。结果美国人就问，这是做什么？这个土著的意思你告诉他。他说他跌下去之后，这个受伤这边的细胞啊，这个部分的受到了惊吓啊，他吓到了，吓到之后啊，他就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了。他说我们现在是安慰他啊，安慰他，劝导他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啊，希望赶快啊恢复到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说3个小时之后啊，果然就有效，他骨头都收进去了，自然就好了。为什么？他恢复到自己工作岗位了。第二天跟大家一去一块去旅行，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是昨天受那么严重的伤。这个我们懂啊，我们在佛法上懂，每一个细胞啊都有见闻觉知啊，所以他用安慰的方法啊，用商量的方法，你们不要害怕，都恢复到工作岗位啊。土著用这种方法，他不晓这个道理啊，这佛法说明这个道理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因心成体嘛，他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叫他自己恢复工作岗位就行了吗？这比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时候医疗，我们中国用推拿啊，推拿针的，他手推到你了，他没有力到你身体，他力的身体很高啊，比我们中国的医疗还要高明啊，完全跟佛法里面讲的相应相符啊。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求这个感应的到什么程度？给诸位说，一个人在一生不会衰老，不会生病，不会死啊！这种学问你到哪里去求啊？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啊，那么一般人做不到，做不到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哪里呢？没有慈悲心，对自己没有真诚清净平等，对一切众生没有慈悲啊！你不清净，你的心有染污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你有七情五欲啊，七情五欲是烦恼，是染污，严重的伤害了你的身心。外面对人不慈悲呀，就有怨恨，就有对立。宇宙是一体，宇宙是和谐的啊，所以佛菩萨不会跟人家对立了。这个对立了，这个伤害很大了啊。佛这才教我们修行啊，修是修正啊，行是行为，把我们错误的行为啊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行为很多说不尽啊，那么一般这佛在经上呢，把它分为三大类啊：身、口、意啊，身体的造作，这身的行为；口的言语，是口的行为；念头起心动念的，是意业的行为。这三方面的行为有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现在这个要讲经教学，比从前难得多了啊！从前人喜欢简单呢，现在简单了，人家听不懂啊，会产生误会呀！啊，就是现在讲佛教，人家听到佛教，误会以为是宗教啊。
自然就产生了。啊，讲到修行呢，一定就是讲烧香拜佛啊，天天这个念经打坐，他就会想到这些，把这个本意都舍掉了。所以我刚刚出家的时候啊，那在台湾，我向中国佛教会建议啊，我们要做正明。孔老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啊，现在人不能再简单了，得多加两个字啊，说佛陀教人哦，大家这就耳目一新了，就不会误会啊，他是宗教了啊。修行呢，修正错误行为啊，这就好懂了啊，不至于产生误会啊。那么当时佛教会呀，也接受了，可惜没有认真的去推行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引起社会对佛教产生很多错误啊。佛教确确实实能够教你健康长寿啊，啊，佛教确确实实能够教你发财呀。我昨天写了几个字，这也是有感触而写的啊。我写了有失似有财啊，这句话呢原来是在凤凰电视啊，我不看电视啊，几十年没看电视，最近不是闹 SARS 吗，所以偶尔看看呢 SARS 这个报道哦，看到当中插这个广告吧，说有智似有财，哦，我说这个字误导众生。为什么呢？有智未必有财。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是真有智慧呀，啊，确实是有智慧呀。我当时认识啊，这个在台湾十几位都是名教授，啊，很有名的教授啊，有智慧。没有财啊，台湾的时候大藏经刚刚印出来，我把这个讯息告诉方老师，方老师没有钱买啊，他真想要一套没钱买啊，啊，所以有智不是有财。佛教给我们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就把他那个智改掉了，改成施，有施是有财，财布施，有施是有智，法布施就有智慧嘛，有施则有寿，那是无微不施。什么是无微不施呢？昨天晚上举办的这个活动，目的是为了筹款，给西藏到西藏啊去做义诊呐，是救他们的白内障啊，这个叫无微不施啊，这个果报是长寿啊，健康长寿啊，啊，所以布施啊有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这三种布施的果报就是得财富、得智慧、得健康长寿，你得肯干才行啊。啊，财富不是凭空而来的啊，不是凭你哦，你很聪明，你有些种种手段的时候你能赚得来的，不是的，非法手段所赚来的还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条没有啊，说老实话你做小偷都偷不到啊，你能够偷到的还是你命里有的啊。有些人真的偷到了，有些人啊偷的时候马上被警察抓去了，那为什么？他命里头没有财嘛，啊，这个命里面的财呢是你前生修的，我们算命讲有财库啊，那个财库是你前生修的，
修的财布施多，你的财库很大了。前生没有修财布施，那这一生就贫穷了，要受贫穷之苦啊。中国古人说得好啊，人40岁之前大概受前生的影响啊，影响多，40岁之后啊，受这一生的影响，就是你前这个40年你所造的啊，你的晚年呢是受这一生，我们讲后天、先天、后天啊，40岁之前是先天，40岁之后后天。我们在香港诸位都知道啊，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先生，我跟他见过面，他在刚刚起家的时候大概30几岁遇到一个陈老先生，那算命看相看风水一流的啊，在中国很有名。陈老先生给他看相啊，那个时候他刚刚起家，他也向陈老先生请教啊，他能不能发财。陈老先生就问他，你心目当中啊希望有多少财富啊你就满足了。李先生说，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陈老告诉他，不止，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了，这么多年来的时候一直在一起，李先生有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命里头有财富啊，无论做什么生意他都赚钱了啊，命里都有财富啊，这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所以他的财库大了。那像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过去生中大概修的是法布施多啊，他有聪明智慧啊，很高的智慧，他没有修财布施啊，没有钱啊，这个东西强求不得的呀。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啊，是财库是空空如也，什么也都没有，所以生活就非常非常艰难困苦啊。我心里知道，那又没有修无为布施，短命啊，过去是这个造的杀业很重啊，所以给我看的时候过不了45岁啊。我很相信啊，我确确实实把这个自己寿命就定在45岁啊，26岁学佛了，一定要在45岁呀修成功啊，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遇到张家大师教我学布施啊，我就真干了啊。那么我到现前寿命延长了啊，延长了30多年了啊。这个晚年呢还不错，真的有求必应啊。这是什么呢？26岁学佛之后修懂得布施啊，懂得布施啊，自己生活尽量的节俭，帮助别人。我知道自己煞业很重，年轻时候喜欢打猎啊，煞业很重，所以就特别着重啊放生啊，吃长素放生啊。再于是呢布施医药啊，所以哪个地方要是医院医药的时候我经常布施啊。所以我一听说你们到西藏啊去治这个白内障啊，
你们没有问我要钱，我马上就给你了。但昨天晚上你们看到从新加坡来的一个修女啊，天主教的修女，她来给我打招呼，带着她一家人。好像是前年天主教啊有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啊，这个修女来告诉我，我说好啊，我送她5万块钱新加坡钱，我说给你做医药费啊，他们很欢喜。那到第过了几天呢，修女打电话给我，她说他们那边呢交通非常不方便，非常落后，没有救护车。他说法师，你能不能送一辆救护车？我说好，行，没有问题啊，我再送一辆救护车给他啊。这是什么？无一不是啊，国报是健康长寿啊啊，我到处布施这个医药，所以我常常跟人说我不会生病。为什么呢？我的医药费没有了，通通布施掉了。有很多人啊，他都要储存一笔医药费，准备生病的，他非生病不可。啊，我学佛，我懂得这些道理啊，啊，所以我一生不会生病啊。啊，即使这个 SARS 搞得这么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想到香港去讲经啊，那边同修不让我去啊，我不会害怕了啊。他们觉得这个 SARS 啊，聊这个好像很严重啊，我晓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病毒我说过好几次，在讲经时候讲过好多次，这个 SARS 细菌呢，它也是生物啊，它没有毒啊，啊，这细菌的时候可能没有毒啊，它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我们人传染给它的，啊，所以最早你要追根究底的话的时候，是我们人传给它的，啊，我们人的毒在哪里？贪嗔痴叫三毒啊，这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我们的贪嗔痴三毒传给他，他就变成病毒了，他再回来传给我们，这么回事情啊。实在讲小事一桩，不是什么严重的，萨斯就是普通伤风感冒一样，哪有那么严重啊？啊，为什么会搞到全世界人心惶惶呢？这是媒体的渲染啊，电视广播报纸天天在吵，把它吵热了，吵成这个样子。哎，那我也听说澳洲同学告诉我，他说澳洲好像报纸上也登过，澳洲每一年死于感冒的大概有2000多人，每一年澳洲统计的时候有2000多人，在美国每一年死于感冒的大概有20000多人。这 SARS 好像全世界呀，统计起来死亡的还没有到2000人啊，这小事一桩吧，哪有那么紧张呢？所以，这些年来，大家认为最严重的癌症呐，我常常给一些医生说了，我说癌症不会死人呐，癌症死的都是被他吓死。这哪有是癌症？是，你像这个 SARS 也是如此。哦，一听说得了 SARS 了，他这个精神马上就崩溃了。他是死于他的精神崩溃呀，死于他的信心丧失啊。啊，他要有信心，啊，他不会呀，那个是很简单的，这个信心、自信心，啊，那就是最好的防御。我们今天讲的是免疫系统。信心是最高的免疫系统啊，啊，人到信心失掉之后，一切就完了。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对这些事情很清楚、很明了，所以什么顾忌都没有啊。
这是佛法对我们现实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相貌啊，改善我们的体质啊，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这老师教给我的时候，这五十年当中完全兑现了啊，所以不要向外求，要向内求啊。佛法称之为内求啊，从心性里面去求，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啊，福报无量无边。就像你在大乘经上看到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圣贤教诲要具足信心啊，就跟我们对待这些传染病一样，只要你有信心，你能做，你能够成佛，你能够成菩萨啊。成佛成菩萨我们不必谈，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啊。我们换一句话说啊，只要你自己具足信心，这个对于经典的道理要好好去研究，经典里面一些方法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到，那么你一定的时候智慧增长啊，你的福报增长，你的相貌体质会转变啊，金刚不坏身啊，一切众生个个本有啊，无量寿啊也是个个本有啊，啊，所以不能迷失自信，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啊，把这个殊胜的机缘错过了，那叫真正可惜。啊，那么我的话呢，我想就说到此地，下面还有一堆的这些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说，第一代移民到先进国家，大家无法从事文教等高尚职业，为了生活，有人只好到市集处理海鲜，或到电动屠宰场切割肉品，私心不杀，一时很难全速办到。如果是虔诚的佛教徒，阿弥陀佛如何对待他们？澳洲苍蝇不怕人，蚂蚁蜘蛛特别多，如何慈心不杀下，又能兼顾到生活的品质？这请你解答。在这个屠宰场或者是经营海鲜啊这个食品店，那么这是已经啊被杀了的。我们佛教徒经营这些事业，要以慈悲心对待这些众生的尸体啊，念佛给他回向，念往生咒给他回向，非常之好啊，超度他了。要想他已经被人屠杀了，已经免不掉啊为人所施啊，谁去超度他，谁去关怀他啊？我们这个念佛啊，这是慈悲心，念佛念往生咒给他超度啊，这样就很好啊。那么至于像苍蝇蚂蚁蜘蛛这一类的，这个很好办啊，他是有情众生，他有佛性啊，你可以跟他沟通，我这两年住在图文巴啊，那么我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蚂蚁蜘蛛啊非常多啊，很多很多啊，
那么我们呢，在上面呢跟他沟通，希望就是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户外呢是你们的生活场所，房间里面呢是我们的生活场所，我们有界限，希望啊彼此不要侵犯，他所要吃的东西我们会供应，我们在院子里面供应他。这个头一年很有效果，大概就少了一半。现在到第二年呢，大概少了90%，现在很少很少，已经不多了，可以沟通。他是不要说是这个有情的众生的，他能看能听，他能觉能知，我们要相信这个。念植物都是一样，我们因为院子很大嘛，这个澳洲确实土地很便宜的。我乡下住的这个院子是总共是28个 acre， 所以很大很大的院子，树木花草很多。那我们这些树木花草啊，我们都用很善意的对待它，我们很喜欢它，很爱它，很照顾它，所以这个树木很茂盛，花开的不但好，很香，所有一切小动物跟我们都合作。能做得到啊，决定不能用嗔恚心，用嗔恚心说他也有报复啊，越杀越多啊，用麻烦杀不尽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农夫不懂得这个道理，种的蔬菜呀、这个稻米呀，用着很重的农药啊，越杀越多，这个罪很重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法。所以我常常劝导他，在从前没有发明农药，那农作物不是长得都很好吗？为什么现在有农药的时候会变得这么多病害虫呢？就是你杀他，他来报复你，不能给他对立了，对立就错了，一定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对待一切动物、植物、矿物都要用这个心态。跟整个自然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我们是一家人，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很有灵性的，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你们回家试试看。用爱心决定不能用嗔恚，不能用讨厌，这个讨厌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有一个朋友做餐厅他们是佛弟子，他想请问背因果吗？因为他有肉食，如果他做其他行业英文和其他的技能呢都不容易，是做下去还是转一个行业？这个事情如果能转最好是转，是这个转业。如果不能转，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用慈悲心，用慈悲心，这个餐厅呢，决定不杀生，你买肉的时候，买市场买来的时候，佛法叫三净肉，你不见杀，你没有听到杀的声音，绝不是为你餐厅杀的，这叫三净肉。那么你买回来之后，像我刚才讲的，你念佛给他回向，念往生咒给他回向，这是非常之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彼此两方面都有利益，他帮助你，你也超度他，这是这一般这个已经被杀的这个生命。他在别的餐厅没有人超度他，他在你这个餐厅他得到超度，所以这个是于情于理都能够讲得通的。
我们大家呢，大概多数啊，都是修的净土法门。有人问，这个十方佛很多啊，为什么你们只念阿弥陀佛？我想有不少同修啊，都曾经被人问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你们专念阿弥陀佛？要知道，佛是很多，啊，但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也是唯心所现的。为时所变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略无为也然，啊，这都说得很清楚啊，这从理上讲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法界藏身，这诸位读经的话都会念到过。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能现、能变、真心自信的本名，啊，本来的名号。这四个字啊，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如果把它的意思翻出来，实在讲并没有困难。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那这个名号就是无量智、无量觉。你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不是无量觉呢？这佛佛道同啊！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不要一个一个念。念其他的名号啊，是念别名；念这个是念本名，本名不变呐、啊。别名啊，千变万化。为什么呢？别名是随众生这个机缘而建立的啊。你比如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是别名啊。为什么称释迦牟尼佛呢？佛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要契机啊。这个世界众生需要什么啊？你一定要晓得，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对自己呀心不清净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对人家、对一些众生呢，没有慈悲心啊。那佛就抓到教化娑婆世界众生这两桩事情啊，是教学的宗旨，是课程的中心。所以就提出释迦，释迦翻作能忍，就是我能够仁慈，用仁慈对待别人，别名啊。啊，摩尼翻作清净，就是对自己要清净，对别人要慈悲，啊，针对我们这个世界教学用的别名啊。如果佛要到释迦牟尼佛，到别的世界去做佛教化众生，别的世界众生跟我们情况不一样，他要换名字啊，他不能用释迦牟尼啊。但是阿弥陀佛是本名，无论到哪个世界啊，无论在什么地区，对什么样的众生决定不变。不但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你们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十方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啊，这是一个解说啊，诸位一定要懂得这个名号殊胜啊，它是一切佛的本名，这个一切佛名号都是别名啊。佛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这是
帮助无量无边苦难众生。那么佛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就是什么？劝导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移民啊。我们这个世界生活环境不好啊，我们得移民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在十方诸佛世界的最好的一个环境啊。那怎样去呢？啊，那你要跟佛要有联系，这一句名号从你心里头念出来啊，心里生出来，口里念出来，这个是心的波动啊。我们现在知道啊，科学家讲所有一切的物质啊是波动的现象啊，这个波动速度最快的是念头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念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一尊佛啊，这位导师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我们这的波，念佛的波发出去，阿弥陀佛就收到啊，这个讯号就收到啊，他就会非常关心你，常常照顾你，到你什么时候你的寿命到了，他就来接引你啊，无比的殊胜啊。所以佛不能不念啊，尤其古人说的这个大声念呢见大佛，小声念见小佛啊，这个话呢实在讲是劝勉我们的。真正的意思，这个大声念小声念有差别，大声念这个音的力量很强，能够帮助许许多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众生啊，他听到也跟着一起念佛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自行化他了啊。所以念出声音出来，不但自己有好处，会许许多多众生听到，就是自度度他。如果不出声念呢，那只有自度啊，不能度他啊。我们念头从心里面念头不出口的时候，这个震动的波啊，当然就比较小，但是佛菩萨知道，因为他们的感应非常灵敏，极其微弱的波啊他都能收到。可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像这个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呢，他们感应就比较迟钝。所以我们念出声音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不是真的大声念见大佛，小声念见小佛啊，不是这个啊。见大佛见小佛呢，与声音大小没有关系，与心量大小有关系啊。心量大真的见大佛，心量小啊见小佛啊。所以我们的心量要脱开，要能够包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至于啊，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这个经里面讲啊，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是直接成佛的方法啊。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设法界都是你心里念头想的啊。那么一般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他天天念的是什么呢？啊，念的是财富啊，念的是升官发财啊，啊，念的是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所以他那个念不外乎贪嗔痴，他念这个东西，他天天念贪，贪而无厌啊。贪，佛给我们讲恶鬼道，天天念贪呢，将来就我到生到恶鬼道去了。
如果见这个也不高兴，看那个也不满意，心里面呢愤怒成恚啊，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堕地狱啊。愚痴啊，这个一切邪正真假是非利害没有能力辨别，这叫愚痴。愚痴啊是畜生啊。所以贪嗔痴啊，念贪嗔痴啊，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他到这里去了。一切法既然从心想生，所以这个六道轮回谁主宰啊？自己念头主宰啊，不是佛菩萨主宰，也不是上帝主宰，也不是阎罗王主宰，是你自己念头主宰。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既然我们有佛性，有佛性就是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又念佛，那怎么会不成佛呢？所以我们把念贪嗔痴这个念头转过来，我不再念贪嗔痴，我念念佛啊，尤其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绝对没有错啊，念佛成佛，本来是佛，现在又念佛啊，又念佛，当然这一生当中啊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里的第一法门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念头比什么都重要，啊，就像我刚才跟诸位讲的，啊，你这个信念非常强，啊，自信心非常强啊，事出世间法都容易成就啊，啊，念佛的好处就太多了。啊，经上给我们讲的啊，上百种啊，最大的一个好处无量寿啊，十方世界都是业报身，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转业力，不但是愿力，是自性本具的这个德能现前。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啊，所以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四十八愿里面给你讲的，不要说别的，就是这几条啊，我们看到之后这心里无限的向往啊，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向好啊，你的向好跟佛一样，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身真净紫摩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永远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这些苦啊。无论什么样的需求，你比如说饮食啊，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了，但是初往生的人。饮食的习惯没有忘掉，到那想，哎，怎么还很久没吃饭呢？念头才一动啊，所以百味饮食啊，已经在你面前了。变化所作，无需要经营啊，你不想要了，不想要，不要去收拾碗筷，去洗这些碗碟，马上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能与质的转变，需要的时候我们把能量转变为物质，你尽情享受，不需要的时候把物质又恢复到能量，一无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啊，科学家天天在向往，极乐世界样样都办到了。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是事事如意啊，随心所欲啊，这是在其他世界里头找不到的啊。往生确确实实是真的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眼看到的有十几个啊。佛光山刚刚开山的那个时候，只有一栋这个建筑啊，最早的一栋建筑东方佛教学院，其余的是荒山的，也没有道路啊。啊，星云法师的时候找我，我在他山上做教务主任，做了十个月。啊，那么曾经听到一个长工，啊，他们的工程多，有很多人一年到头都在佛光山做工。有一个长工，有一天晚上，月光很好，我们带着几个学生啊，在那个放生池，那个时候放生池还没做，是一个水塘，我们坐在旁边呢，讨论佛法。这个工人走到我们这个圈子里也坐下来，他给我们讲故事。他是台南将军乡的人，一年前，他们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站着往生，亲眼看见的。啊，他们的邻居来告诉我们，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亲眼看见的。啊，说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好，心地善良，啊，她也不懂得佛法，凡是什么土地公、城隍爷什么，她通通都拜。啊，她说三年前她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一点佛法，叫她不要去乱拜。啊，家里供个佛堂，专念阿弥陀佛。啊，不要去别的地方去乱拜了。他很听媳妇的话，啊，在家里小佛堂啊，天天念佛啊，拜佛，啊，连念了三年。那么他往生，他也没有告诉家里人，啊，这就是聪明处，怕家里人扰乱。晚上吃完饭的时候，他告诉儿子媳妇，你们先吃饭，今天不要等我，我去洗个澡。啊，可是儿子媳妇还是非常孝顺，啊，还是等他，等了很久啊，他也没出来，就去看看呢。果然他洗了澡，啊，叫他也不答应，到小佛堂看看呢，他穿了海青，手上拿着念珠，站在这个佛像前面，啊，叫他也不答应，走到面前看的时候，他站着往生。站着走的，那个时候是一年前的事情。我们几个同学听了啊，非常感动啊。前些年我在大概五六年前的样子，我在南部这个高雄啊讲经的时候提到这桩事情，这个听众当中有三个人告诉我，他真的，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念佛这三年啊，站着走啊，没有生病啊。啊，这些年当中，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连在美国这个干老居士的一个亲戚，啊，也是个念佛人，啊，坐着走的，叫他亲自告诉我的，我在旧金山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老太太平常照顾家庭，啊，儿子媳妇啊把她接去照顾孙子，啊，孙子念学上小学了，啊，所以儿子媳妇都上班，啊，把孙子带到学校，她一个人在家里，啊，念佛。走的时候这一天，因为他做家事，三餐饭都是他烧啊。啊，早晨儿子媳妇都起来了，今天没有早饭吃，没人烧早饭，怎么搞？老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家？啊，这把他们房门打开，看到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叫他也不答应。再仔细一看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坐着走的，那走得很妙呢。他遗嘱啊写得很清楚，遗嘱摆在他面前，不但遗嘱摆在面前，还把他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都做好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也摆在旁边，一切后事他自己已经料理了。这老太太高明啊，在想象当中一定是他们上班的时候家里没有人，他就在家里做孝服，这预知时至不生病，一点痛苦都没有，他不告诉家人有道理，告诉家人一定吵着，那怎么行啊，你不能走啊，还要照顾我们呢，扰乱了他了，不说话，这自己静静的就走了，站着走坐着走不生病这是决定往生净土。那么在最近前年，这个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他一生护持佛法，但是对佛法也不很清楚，晚年生病躺在床上这是一切工作放下了听经，李默元居士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送他家里他每天听经8个小时，听完之后就念佛，这样2年，他告诉李默元，他说他想到往生极乐世界了。李默元跟他说不行啊，他说你要走了，现在这个居士林人事不稳定，一定啊你还要照顾到。他说好吧，我再等2年吧。这一过了2年，4年果然往生。他预知时至，3个月之前有一天他在一个报纸家里给报纸，在报纸旁边写了好像是8月初7吧，写了10几个8月初7，家里人也不敢问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走的那一天就8月初7，他没有说话，写了10几个8月初7果然8月初7那天走的，不可思议那么他走了之后，他的冤亲债主附在一个灵媒的身上在居士林念佛堂讲了1个多钟点他的冤亲债主很多不是一个，大家看到老居士往生都很欢喜，不来障碍了到居士林要求皈依，要求听经要求皈依我们就给他做了，做了皈依了，要求听经。我说居士林的5楼是讲堂，天天有法师讲经，这些冤亲债主说他是居士，他说5楼讲堂的光太大了，太强了，他们受不了，然后就想到是我们用电视在这个2楼1楼播放24小时不中断，他们要求听地藏经，鬼神对地藏经很重视，对十善业道经很重视我们就播放了地藏经跟十善业道经，应他们的要求这个时念佛堂300多人大家亲眼看见，亲眼听见，这一点不假了，往生是真的往生的好处那就是不必断货，这是84000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待业往生的，只有净土是待业往生，不待业我们做不到，待业往生呢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有份我们能够办得到
所以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快速、稳当啊，这头一个好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太多太多了啊！刚才讲的是无量寿命、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啊，我们所需求的啊智慧。这个能力、技术、相好、光明啊，富足没有一样你得不到，而且呢，你具有六种神通，这个六种神通啊，是我们的本能，本能恢复了。无量无边的世界你都能看得清楚啊！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天眼洞视啊，没有障碍 啊我们的家亲眷属啊，他在哪一道轮回你都看得清楚，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所以成熟是他能接受啊，你跟他讲佛法他能够听得进去，他能信，他能懂，哎，他肯做，这就缘成熟了，你自然去帮助他了啊，去度他啊。那么现在科学为我们证明空间时间不是真的啊，这在佛法里头说的很多。现在科学家发现他们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远近，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啊，就是没有时间，所以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那么这些能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通通都恢复了，无量无边的德能呢，统统恢复啊！啊，不需要借助任何机械啊，是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得到的。我们为什么不做？啊，那么最近这个净宗的同学在全世界，我们提倡三时息念的佛事。三时息念是名扬两利呀，啊，这个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所编的，根据《阿弥陀经》。这个佛事对修净土的人来讲最有利益了啊，三时啊，它有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每一时大概是两个小时啊，这个佛事要六个小时才做圆满啊，里面有这个赞佛啊，有拜佛。有诵经，有开示，啊，这个有回向，啊，有忏悔，好像一共有八个科目，非常完善，尤其是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很得受用啊。至于人往生为什么还要做七啊，这都是习俗，我们应当晓得做七啊是从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来的啊，佛告诉我们
如果念佛真正往生了，那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往生没有重因。啊，如果没有往生呢，他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人过世之后，每七天，他有一个苦难。啊，这个时候给他做齐，给他诵经，啊，给他拜忏，给他回向，能够减轻他的痛苦。啊，这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个纵即是往生呢，往生可以跟他的冤亲债主啊结缘，都是好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做比不做决定有好处。啊，何况经上告诉我们，做这些佛事1/7啊是我们自己的，啊，亡者只得1/7，啊，那我们自己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诵经拜佛拜忏的功德，啊，最低的功德，我们80天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殊胜的利益呢，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开悟，啊，甚至于可以能够啊，契入经典的境界，啊，我们一般讲呢，修行正果啊，啊，这个功德就非常非常殊胜，啊，所以这个是，哎，做齐的一个来源。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啊，这里还有不少，我看。我带回去啊，带回去以后呢，我们找一个时间，我们把它约在摄影棚里头做成这个佛学问答，再寄回来给大家啊。